回到教室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学，叫乐乐。大家好，乐乐，那你哥哥是不是叫傻傻？你们在一起就是傻了。牛牛，下节课又想咱俩是不是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那你叫牛牛，你弟弟是不是叫马马？你们在一起就是牛马。乐乐对的好，看来我不用担心新同学被欺负了，你们好好相处吧。又有人来这里，牛牛。你们，哼！李牛牛老爱欺负人，这下碰到硬茬了吧？乐乐，你中午一定要尝尝我们饭堂的香煎鸡排，超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中午去尝尝。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是吃货？嘿嘿嘿，走去厕所，走。准备上课时，林哥快来了，真丝滑。青梅，一会儿我请你看林哥我摔跤的。哼，我才不会跟你合伙欺负你同学。哼。教室外的走廊，同学，乐乐怎么？厕所怎么走啊？前面转个弯就到了，你干嘛也不熟悉，我们带你去走。这是教室里，呱呱呱呱呱呱，谁让我还要唱。过了一会，老师我还要站多久啊？给我站一小时。牛啊牛牛，连老师都敢整。放学后，气死我了，没整到林呱呱还白白站了一段。又有新零食，兄弟们走，带你们去吃点好的。好，走。你们想干嘛？交出你的薯片。对，交出番茄味薯片，自己乖乖给，反正你也抢不赢我们。小羽毛又欺负人，那是他们人太多了，惹了。怎么回回都是你们三个？不行，妈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站住！妈呀，奥特曼成精了！你们愣是想欺负我这个小女孩吗？来人，奥特曼，你们用激光射我吧！奥特曼罢了，我平时很乖的。才一只奥特曼，咱们人多，兄弟们。边给这个小姐姐道歉吧。哇塞，你是奥特曼先生，你人怪好的。没问题没问题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太爽了，大家也多出去逛逛，说不定也有奥特曼先生为你主持葬礼。最后他们居然发现这个女生没有脸。怎么办？开着灯听鬼故事你怕什么？看一下你的叫声比鬼故事吓人多了。你要相信科学，乖乖，你继续讲。他们就跑回了宿舍大楼，结果一进门，整栋楼一下子全黑了，啊、真的黑了。难道我们穿越进故事里了？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停电了？宿管阿姨在群里说，我们这栋楼今天检修，所以停水停电。我说呢，哪有这么邪门呢？说的好像你刚刚不害怕一样。完了。厕所，不然满屋子都是臭味。说我们这层的女厕还有水，雨乔，你可以去那儿上。我不敢，你们先陪陪我们好不好？不要，唐雨乔，你上厕所那味道太毒人，我还想多活两年。本公主才不会去那个臭死人的厕所。呱呱，你陪我去吗？你对我最好了。雨乔，我也害怕。乖乖，现在气氛到位了，咱们继续讲鬼故事吧。可是讲的话雨乔就听不到了。我害怕，我不听啊。他那个胆子，不会吓到还没到厕所就拉裤兜吧？还真有可能。那我继续讲啊。就跑到一个女厕所里面躲着，居然听到了有人在小声的哭。越走近哭声
没有脸，于强，你别吓我啊！真的，我腿都吓软了，提上裤子就跑。同学来说不可能啊，应该是你看错了吧？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小美，怎么突然连你也这么说？我也是听说，咱们学校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医院改造的，但于强刚刚看见的，该不会是？根据课堂管理条例，上课期间老师不得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。你们三个人在为什么呢？嘘，这是我们的武器，用来对付可恶的万老狗。他天天胡乱惩罚同学，我们可不想惯着他。哇塞，一般有好戏看了。二班的同学请注意，明天开始反击了。哼，林呱呱是吧？又上课喝水。万老师，根据课堂管理条例第15条，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，学生有权喝水。下不为例。白雪，上课看课外书，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课堂管理条例第23条，在上课时，学生不得看与课堂无关的书籍。知道还不必看？但是现在已经下课了，你都拖堂10分钟了。妈，还没下课啊？校长，校长，根据课堂管理条例第8条，老师不得长期拖堂。就是，万老师还不准我们下课喝水，他自己去椅子喝。别说了，万老师不是我说的，老师要以身作则啊。校长教育的是。行了，别拖堂了，这都几点了？校长。这位同学怎么了？校长，他是万老师已经把我的仗义给过了，还把我的仗义。对，立刻马上给我通知，罚一罚，长大会发达。你这个校长什么也不懂，我还不想干。这是怒发牛癫疯。白雪，快看快看，疯牛了疯牛了。他每天不发疯也对，反正不咬人就行。你会怎么追求来
有好戏看了。哎呀，差点迟到。现在他已经可以全英文交流了，全英文这么厉害？那李牛牛昨天英语考试还只考19分，那是我不擅长写。就是能说英语那才是真厉害呢。来，儿子，给我们展示一下。要是我妈知道我杀人的约会，还不把我打成牛肉干吗？李牛牛，你该不会说不出来吧？快说，我说。我上了兴趣班，但是我每天打瞌睡，所以什么都没学会。哇，这么流利，呱呱，你能听懂吗？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难道我的英语退步了吗？不怪你，这个班一节课就要2000块呢，我一口气就给他报了12节。12节，那得多少钱呢？不行，你这都算不明白。也就是啊，是啊，反正很贵就对了。哦，牛牛妈妈对牛牛可真舍得啊。儿子，再展示一下，回去妈妈奖励你玩一晚上游戏。反正他们刚刚也没听懂，我就乱说就行了，这次一定要努力听懂。牛哥就是全民都是帅，你个屁，就能把所有人都整死的。牛哥真牛啊，儿子就是厉害。听着不对呀、啊、我懂了，李牛牛的英文就是中文变了个调。牛哥，你的英语真是太厉害了！你！林呱呱说英语居然跟我们牛牛上完兴趣班一样厉害！妈妈，呱呱你好牛！你最好是写了点，不然我就揭穿你的谎言。林呱呱，我请你们死不跟人吵，请你不要告诉我爸，不然我可就被打死了。林呱呱，哎，那么强，是被非常卖力。OK。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牛哥用英文是要请我们喝奶茶的。
察这么难的英语都会呢？你们都点开视频看看，娃子的英语说得多好啊！他居然说草莓要去了籽才能给他吃，他还让我每天早晚去帮他刷牙呢。你们在说谁呀？哼，是新来的同学艾莎公主。白雪，你居然叫她公主？不是白雪想叫，而是……熊掌和坏坏艾莎了。喂，你们谁是班长啊？王老师让我找他照顾。新同学你好，我是班长林呱呱。我是白雪，我叫做白露。你们叫什么？跟我艾莎公主没关系。人，去给我打饭。看在是新同学的份上，我忍。行，我给你打饭。这个新同学真让人不爽。你把凳子给我擦干净。我？对，就是你，擦干净点，这样就允许你当我的小跟班。啊？我还求着你要当你的跟班。能做我艾莎公主的跟班是你的福气。我求你别再说了，我饭都没胃口吃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擦凳子！烦死了！哼，黑了吧？本来就不脏，谁知道你的衣服脏不脏？不过也只能将就一下了。哎，为什么下去？你一个人吃了做饭。你瞧，怎么也这么快就吃完走了？吃吧。你都不提前了解一下我的口味和喜好吗？你刚才又没说要什么，吃我饭卡，十二块钱给一下，谢谢。这么难吃的东西，你自己吃了吧。不给他打饭，我真是，他还恶人先告状。老师，林呱呱他们欺负我，我饿了一天都没有吃饭饭。哼，这小人爱上，居然还有比我更公主病的人。喂，我可没住过宿舍，水都不知道往哪接，你们都得来照顾我。哇，不用谢。你干嘛呀？照顾你啊，帮你接水洗脸嘛，洗干净。照顾人了，还可以给你做个全身按摩，要不要啊？不要不要。我最近也一直想研究人体的骨骼结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白雪，你说每个人都有206块骨头，是不是真的呢？要不拆开来看看？他的脸都被吓成这样了。以后还敢不敢让我们照顾他？就是，是夸人，叔叔婶婶不夸人。呱呱，你忍的，该不会是李牛牛吧？你瞧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也在你面前自恋了？对，我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学科目3的时候，科目三也太难了吧？呱呱在跳科目三，难道？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这个舞蹈，所以才学的？啊？什么啊？现在大家都会跳啊，还害羞不敢承认呢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哄我开心嘛。后来他逢人就说我是为他学舞，他也太能想象了吧？这算什么？我今天帮老师发作业。李牛牛，帅，随身带镜子，也太臭美了吧？专门给我发作业，还一直偷偷看我。白雪，你不会是看我帅喜欢我了吧？林呱呱怎么办？不行，白雪，你趁早放出来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哇，他也太自恋了吧！他甚至还专门在公告栏贴了一封拒绝信。还有我呢，我下午刚买了2根烤肠。香啊！香条，你才买2根肠，怎么跟我说？你再去买几根呗。我中午说想吃烤肠，你下午就买了，这不就是专门给我买吗？哼，你少自恋了，我买来自己吃的。我吃过的你还想吃啊？真是没想到你这么迷恋哥。我前天吃的晚饭都要吐出来了。你看李牛牛就是自恋症晚期，必须得治。居然认为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他，我看他应该是疯了，得了疯牛病才对。你们不会因为我吵起来了吧？虽然我要外貌有外貌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学历有学历，但是你们都抢着要我，这太伤感情了吧！受不了了，姐妹们，必须要制裁他！
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险恶。你们再怎么迷恋我也不能硬追啊，我是不会屈服的。刘牛牛，你跑我们班说我每天收拾好看是为了给你看吗？你给我站住啊！居然乱跟别人说我写情书给你。刘牛牛，看我锤爆你，说我的头发是为了跟你组成青桃开染绿的，我今天要把你的脸都打绿。你跑！哎呀妈呀，看来现在全世界的女生都迷恋我，看不看你爱上我了。你们慢点吃，不够的话。嗯？哦，雨倩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你就吃完了？这速度至少饿了俩星期呀、啊！阿姨管饱，再给你煮一碗。阿姨万岁！你们吃这么慢，简直就对不起阿姨的手艺。现在要是有比赛，汉强你肯定得冠军。又一次。珍珠真是软糯 Q 弹，我的最爱。也就够我喝两口，要我说你可真是一点都不淑女，像我这种公主一杯奶茶可以喝整天呢。哎，看你瞧，呀呼，这就没了，太可怕了，奶茶还是喝到我自己肚子里比较安全。这速度两分钟就能吃掉一头李牛牛啊。当定，一分钟全部吃光。汤雨乔，你吃这么快，小心拉肚子。不懂不怪你们，我不仅吃得快，还提前把今天的晚餐都吃了，这样省下来的时间就都可以用来玩游戏啊。还能提前把晚饭吃了，那你干嘛不干脆连明天的也提前吃了？我怎么没想到，我这就去把明天的也提前吃了。你跑厕所吃啥？没猜错的话，雨乔拉的速度能赶上吃的速度，说不定拉的速度还更快。过了一会，看来今天谁也别想用厕所了。我决定以后管雨乔叫做拉拉队队长。林呱呱，你可太会起外号了，拉拉队长。拉拉队队长决定以后还是慢慢吃吧。我就喝矿泉水吧。今天雨乔只请喝可乐。白事可乐？我这里怎么是白事可乐？难道你想喝可口可乐？妈呀，有可乐喝，林呱呱你还挑三拣四。哎呀不是，你们看这上面的字全都不对。是吗？果然我这瓶是农夫山贼。林呱呱，今天牛哥我心情好，请你们喝牛奶。谢谢上牛。下来。纯牛奶？这玩意不对劲，又是假货。这能喝吗？这怎么就不能喝？还是蒙圈牌的高级货呢？咦？回到宿舍，李牛牛肯定都吓得尿裤子了。别说他了，连我都吓尿了。臭牛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江博士发明的隐身饼干还不知道有什么副作用呢。吃了不会一直隐身吧？那倒不会，只要吃饼干的人喝水或者是大量接触水，就能恢复正常。隐形
饼干，那我吃了我就知道谁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还是叫我用用。第二天上课，玛丽亚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？一会儿我就把花小美的作业扔进垃圾桶里，交不了作业让老师骂。真有你的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丢丢这个臭狗屎，居然想祸害本公主，看你的罪状不小。教室里，上课。报告老师，小美昨天没写作业，所以今天肯定没得交。小美刚才已经把你扔她作业的视频给我看了。她怎么知道？给我到门口拿进去。隐形饼干太好用了。过了几天，丁丁，你的辣条为啥先放在我这儿啊？我们班最近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带去的吃的东西都会无缘无故的飞起来，然后被吃掉，最后被扔到地上。我们现在都不敢再吃的去教室了。你们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一看就是花小美拿着你的隐形饼干在捣鬼，走，抓回去。在小美班里，你们看，那是鬼扔出来。学姐又欺负低年级的同学，忍者都忍不了了，走。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呱呱，布布师姐，你该不会是高年级混不下去，只能欺负我们低年级的吧？毕竟只有不受欢迎的人才会欺负别人找存在感呀。你们今天仗着人多是吧？林呱呱，有本事放学别走。哼，切，饭桶话这种事从我太爷爷那一辈就不流行了。还好今天有你们。下午放学，爸爸，我请你喝奶茶去。哇，你瞧，你太大胆了吧！爸爸，不不，不看苦衣裳，爱你破烂的衣裳。别唱了，是布布学姐。布布学姐，她真来找我吗？她现在在学校门口，还有很多外校高年级的人。总之，我先走了。爸，我们班里你还当逃兵？呱呱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下午放学，呱呱，你确定这样行吗？放心吧，亲娘来了都不认识，更何况布布学姐呢？都等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请我们哥俩看场子，那可是按分钟计费的。知道知道。您呱呱，该不会已经逃掉了吧？没见呱呱，小小姐，呱呱，走，炸鸡摊不保不归，怎么样？别吃了，他们进来了。谁呀？站住！你们别怕，有我在。怎么还叫高年级的学姐？那几个又不是吓大的，呱呱上。我可是跆拳道高手。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出来吓唬人？小小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要不要也来试试？不不不，姐，我们错了，错了。你们两个胆小鬼，我可是付了钱的。欺负呱呱妹妹，让你尝尝我的拳头是甜的还是咸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跆拳道？这也太帅了吧！哎，疼死我了。你们妹妹带你们去炸鸡炸鸡一下喽！我也能去吗？谢谢姐姐姐姐，我姐姐也太幸福了吧！有想笑笑表姐的吗？快来评论区表白啊！低调低调，二干驾到，不要掌声，只要尖叫！你们班运动会确定就用这个口号吗？对呀，这可是我想的最好的口号。你们班的口号是什么？一班一班，是坏心肝，老班不服，跟他一样。就我们班。口号必须是运动会上最大的显眼包。下周就运动会了，你们报的项目都练习好了吗？报了不少，但是都没开始练习呢。要不你就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好。第二
二天。不就是爸爸你吗？对吧，李乔？对啊，是啊。辛苦你！打起不来。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唐李乔，你一天不是睡觉就是放屁。你们好好训练，本公主只要练习举钢牌就行。我们速度有点慢了，加加速吧，雨乔。李乔。啊，跑完了，闭着眼睛都能跑，这是告诉我。花式跳绳也太难了吧！低调低调，二班驾到。这个人病得不轻吧？举个扫把要啥？运动会前一天。听裁判一吹哨，我就先举起右手，肯定跑得更快，手再摆快一点就稳了。咱们这么努力，肯定能得第一名。嗯，明天早上我要第一个到教室，不仅能光明正大的在教室吃零食，还能玩游戏机呢，还能穿最漂亮的衣服举钢牌，想想我就睡不着。不敢想象明天的我们会有多么的开朗。运动会当天，分钟后，李乔、白雪，你们可真牛！唐李乔为了吃，什么都想得出来，牛！干饭必须努力，没错。我也把丸子缝进棉被塞进来了，这是素果阿姨万万没想到的，万万没想到的还有我们的锅，我用无人机运上了，还有我，酱料也带进来了，这箱袜子里什么料都有，快夸本公主，各位公主真棒。那就起火了，开吃！过了一会儿，大冷天的吃火锅最爽了。我愿意每天吃火锅。我给这种火锅打100分。香，太香了！当然香了。我在楼下办公室都闻着味儿了，能不香吗？整体丰盛啊！把所有东西都拿上，跟我到办公室去。到宿管办公室后，阿姨，你说吧，你要怎么打我们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完了完了，难道还要开除？开除不至于，但火锅以后肯定是没得吃啊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过去！阿姨，你要怎么罚我们东西？别叫家长可以吗？叫家长？就你们这俩东西，再说家长够吃吗？王强，你排枪插上，拿手杖能打火锅？阿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把电插上。想吃啥就啥，给你一个小时时间，吃完赶紧给我滚到外面去。你让我们在你办公室打火锅？对对对，在宿舍打火锅不安全，我看着你们，在我这打才安全。谢谢阿姨，我这就去把电插上。这个火锅不给你们吃，我怕你们哭一个月。阿姨，你坐好，我们请你一起吃。你们帮我拿下书包，我马上来。我一身牛劲使不完，让我来。这真的踢不动啊！很重吗？我这个还好啊。走吧。2023，小学生都在科技馆玩泡泡。别想了，还科技馆玩泡泡呢，老老实实上学了。李强，来，我刚好带了泡泡机。哦。这都能有，这个天气怎么还有蚊子啊，真烦人。没事，雨乔，我带蚊香。绿宝宝，你带蚊香干嘛？只见过有人随身带驱蚊水的，没听过有人随身带蚊香的。啊，驱蚊水我也带啊。人才啊，呱呱。吃饭的时候，总感觉今天的饭菜差点意思，差点辣味呗。拿来点瓦缸啊，行不行？太行了，太有胃口了。可我觉得老干妈也拯救不了这顿饭，就这么几块肉没意思。那就安排点豆豉鲮鱼，这安排100分。
你去换我这套男士衣服。哇哦！妈呀，林乖乖，你的书包真的太吓人了。嗯，这样的书包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正常。回到宿舍，你们真要看？看，必须看！快打开，让我们长长见识。好吧。洗发水干嘛要随身带？那如果被鸟屎砸中，可以随时洗头啊。这个哑铃又是什么鬼？妈妈说的，乖宝宝，哎，拖鞋？还有更奇葩的吗？还真有，这是我见过最能装的书包，你是我见过最能背的人，绝对是我见过最诡异的画面。但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啊，你们看，都很有用啊，万一用得上呢？我感觉一样都不能少，粉丝觉得呢？嘿嘿。零花钱要花光了，只能吃土了。呱呱，你吃完土给我留点，我打包下顿吃。我就说昨天不该吃那顿豪华炸鸡。零花钱花完了就要呗。喂，妈，我没钱了。哇，这速度！五分钟之内我要收到500，拜拜。哦，你问小奶，你要个零花钱比雨乔放8个莲花屁还简单，有嘴就行。支付宝到账500元。嗯哼，不得不说这方面是真羡慕你。我找江博士要零花钱，老规矩，奖状换零花钱。早就准备好了，科学竞赛第一名，奥数比赛一等奖，书法比赛，古诗词大会，创意创作，走进科学。表现不错，不过下次要换零花钱可得涨价。这还能涨价？有压力才有动力，下次10张奖状换10块零花钱。唉，我现在除非变成奖状复印机，不然都换不了几块零花钱。白雪家不值钱的奖状，我哪怕有1张，下辈子的零花钱都不愁了，太不公平了。我猜猜，上次我妈不在家。这一个好看。我的妈呀，风暴没钱，拥抱没钱，大拉滴答啊，爸爸实现我的愿望，给我零花钱。别让别让，你要多少啊？50。40花了吧，妈，你知不知道你爸挣30块多不容易？算了算了，20就20，啊，给你。我爸这只铁公鸡最后才给了我10块。10块，一杯奶茶都得分期付款啊。10块还叫抠啊？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喂，妈妈，零花钱用光了，你给我吐点金币呗。上周才给了你5块，这么快就花光了？5块钱，我连学校的馒头都买不到几个，你想饿死我啊？哎呦，妈妈什么时候饿过你啊？我这就做一道奥利奥苦瓜牛肉汤给你们宿舍送过去。快走快走，讨到钱了，我们去哪吃大餐？吃什么大餐？是我妈要来，带着她的奥利奥苦瓜牛肉汤。宁愿饿死不被毒死，撤退。为了生命安全，我今晚不回来睡了。伪装成功。平时你们的零花钱够用吗？一会儿我躲到安全的地方，大家恢复你们，我先跑路。唐雨乔，你就是个比猪还能吃的男人婆。我才不是男人婆。女生都是口是心非的，你说不是就是是，你也觉得自己是男人婆。吵架总结会。什么？你这个回应确实弱爆了，我5岁的小表弟听了都直摇头。气死我了，到底我要怎样才可以吵赢李牛牛啊？看来我们要给雨乔做一个吵架训练，让雨乔李牛牛骂到无地自容。乖乖乖，你快教我。吵架法则第一条，气场要足，气势不能输。小美骂我。哦，林乖乖，你个小笨笨。小笨笨怎么了？好过你个大聪明。懂了懂了，看我明天怎么哭李牛牛。第二天，唐家，你朋友圈发的是你妈的，好丑啊！米乔，用我昨天教你的方法，狠狠骂回去。我太丑了！我都以为见到承认自己妈妈丑了。又一次吵架总结会，本来还有反击的机会，你这句一出，对局直接结束。怎么办呢，各位？我真的太不会吵架了，看来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了。快说是什么？小美骂我，宁呱呱你个大笨笨，哈哈，宁呱呱猪八戒，哈哈。以唐雨乔的智商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我试试。第三天，我当然不，哼，反弹，痛啊！
又一次吵架总结会。唉，如果反盘有段位，我愿称你牛牛为王者。毁灭吧，看来我这辈子都吵不赢他了。唉，下次想到啥骂啥吧。说不定有其胜。第四天，烦死了。男人伯，烦什么呢？免费把我帅气的脸给洗掌洗掌。长得像蟋蟀，谁见谁生气，确实帅气。现在告诉我这家餐厅在哪？瞧一瞧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就许你天天骂我，我骂你就不行？耍无聊狗，赶紧回家吃狗粮去吧你！你们也来给牛哥我支招，明天怎么骂胖那帮可恶的女生？哼，又占课，月考连二班都没考过，第一节音乐课现在该上语文。这学期都快结束，就上过两次音乐课，提到第三节体育课又得占课。终于盼来体育课，这节课咱们去操场练习投篮。数学马上要测试了，借你一节体育课呗，王老师。烦了，数学老师就想上我们体育课。就是不能让他上，一会儿语文老师也会来上，这样子。行，你上吧。上数学课。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体育课。林呱呱，你当班长怎么管得直？上课前没有人擦黑板吗？体育课谁擦黑板？还不是因为你突然占课。从来没这么讨厌过数学。为什么我们班的体育课永远上不成啊？李牛牛，你给我坐好。你们别以为往窗外看就能上体育课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跑跑跳跳有什么好的？都给我坐好了，安心学数学。没有体育课，全世界都不开心。体育课在哪间学校都不重要了。体育老师有什么用？这道题我们来练数试看看。小飞机，求你了，得去体育老师那儿吧。要不我去找校长辞职算了。黄老师，体育课是所有同学的最爱，可以为了我们霸气一回吗？哦，大家都爱我的课，等着我。就黄老师还没来，肯定是没有收到小飞机。大家都记住这种解题方法，我们看下一题。你把体育课还给我。黄老师，黄老师不是说好的这节体育课借我吗？借？你都借我多少节课了？你还过一节没有？这节课开始不借了，以前借我了，分期还我，谢谢。黄老师也不是我故意占你课，你也知道数学更重要嘛。各课都来占我体育课，在学生的心中体育课才最重要，没有好身体好成绩有什么用？这么好的阳光就应该让学生出去晒晒。啥也不说了，请你出去，我要上体育课。行，还你还你。你先借走我也记得还。黄老师，你今天超帅，完美了。那必须的，走，黄哥带你们上体育课去。来雪，有情况，去看看。赶紧把你的零花钱交给我老大，这样你还能少挨点打。我给，别打。早点给，还用挨这一顿打？我以为我说没有，你们就能让我走了，没想到你们是真打我呀。看不起谁呢？再给你帮帮来两拳，算了。这次他都给了，就不跟他计较了。是的，老大，算你走运。李牛牛，要是告诉老师，你知道后果吧？这，我绝对不会告诉老师。真乖，以后谁欺负你，告诉我。太过分了，我们得帮牛牛出头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们得保护好自己。第二天，你们班男生就剩你没给我们老大交零花钱了。看什么看？我们老大是你能看的吗？快交钱！
哼，这帮人又在欺负同学，这次不能再这样放过他们了。乖乖，你在这看着他们。嗯，我这就去通知老师。我应该怎么办？赶紧叫出来！你们几个，我听说你们在这里欺负丁丁。丁丁，有这回事吗？王老师，我丁丁，你说我们有欺负你吗？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。你看，老师，我们只是在跟丁丁玩游戏。那你们早点回教室。哼，气死我了，又让他们逃过一劫。哎，看来要让他们露出原形得用点别的办法。嗯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另一头，老大，我听说这一次是一班的林呱呱和白雪通知的老师。哼，这两个小丫头片子。哼，看来得给他们点教训。第三天，又到了。你们要去哪？我老大有笔账要跟你们算算。快去跑！别跑！过了一会，乖乖，快进来！哼，终于抓到你们了！看你们往哪跑！赶紧把林花仙都叫出来，不然让你们趁早动手！为什么要叫？难道传说是真的？都得把林花仙交给你们。没错，只要是这个学校的，通通都得交。那些胆小鬼被我们老大吓得都不敢叫老师。哈哈哈哈，他们活该被我们抢林花仙。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！嗯、这里是学校的广播站，话筒早就被我打开了。在广播里听到你们三个说的话，校长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三个，居然敢公然欺负同学！刚才说的话全都听到了，在来的路上等着受处分吧。校长，我是被他吓唬的，别打我！对对对，全都是他说的，我只是分了几把薯片而已。塑料兄弟靠不住了。小张，我错了，别开除我好不好？你去和被你们欺负的同学们说，看看他们到哪里。哎，圣诞老人，别跑！天早上，所以昨晚真有圣诞老人给我们送礼物。对呀，这么大的动静，你们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该不会圣诞老人是你们谁假扮的吧？不是我，我昨晚追剧追得困死了，睡着后啥都不知道。我昨天看书也看得很晚。那就是唐雨乔喽。我算了吧，我都听见雨乔打呼了，肯定不是他。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宿管阿姨给我们准备的圣诞惊喜？宿舍楼下，铃铃噔，铃铃噔，铃啊响叮当，还在唱圣诞歌，肯定是宿管阿姨。林妈妈，你光天化日袭击宿管啊？阿姨，你头不疼啊？什么疼不疼的？那也没事，阿姨圣诞快乐。啊，奇奇怪怪的。过了一会，好像确实不是宿管阿姨呢。我问过了，昨晚只有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收到了礼物。哦，那就说明圣诞老人就是我们宿舍的人。回到宿舍后，哦，小米，圣诞公主，好看吗？圣诞老人居然是你啊！不是我，这衣服是我刚才在白雪的枕头底下找到的，还挺适合本公主的。搞了半天，送礼物的居然是最高冷的白雪。另一头的校医室里，服了，送个礼物，脑袋还撞个包。嗯，绝交信也签了吧？什么？你居然连绝交信都准备好了？超可气！白雪，他们俩这是怎么了？唐雨乔为了吃李丽丽的烤肠，就说跟李丽丽是天下第一好，结果被呱呱听见了。就这件小事呀，还说是最好的闺蜜呢，没想到这就破裂了呀！绝交仪式还没走完呢，我们现在就找白雪做公证人，宣读绝交誓言。公证之前，麻烦你先把昨天吃我的辣条还给我。辣条被小美吃掉了，没有了。
哦，那管你呢，呱呱，继续绝交。行，白雪公正，我林呱呱。停，你找我借的小麻绳手账还没还呢，想绝交没门。支付宝到账30元。嗯，林呱呱借你那本手账被我拿去显摆弄丢了，我赔你钱了，别墨迹了，快绝交快绝交。花小美借东西永远不还，这时候为了看热闹还得比谁都快。现在没拖没欠，宣誓绝交吧。不对，还绝不了，我的草莓外套你借走还没还呢。那外套我还不起，我就挂在衣柜里，我知道谁拿走了，在我这儿呢，还你。这个老六，前几天呱呱到处找外套，他怎么不承认是他呢？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绝交啊！我这儿还等着看绝交大戏呢。那不行，曹宇强还欠我200块呢，万一绝交了，他不还我怎么办？我帮他还总行了吧？嗯，支付宝到账200元。哦，哎呀，你们到底绝不绝交啊？怎么拖拖拉拉的？小美，这200就当做你还我的饭卡钱喽。你要是用了我们的东西能及时归还，我们还需要用这一招？你们哼，我就说吧，呱呱这招对付老赖花小美肯定管用。非要我们出绝招才肯把东西还给我们，欺诈了，本公主非要跟你们所有人绝交。真的要绝交吗？那你可以把我的巧克力乌卡套装还有火漆印章先还了吗？是啊，我还有绝交的话，请把我的蛋仔账号退一下。不行，你的账号才有那么多限定款皮肤。那么，借我的备考笔记也还来，这样才能放心绝交。不要，那可是我的考试法宝。我才不要跟你们绝交，我要跟你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回来了。尊敬的宿舍长，干净的睡衣一位您准备了。玉桥，你不对劲。宿舍长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下午茶，有甜甜的奶茶，还有烤肠。哦，我这么好吃的。小美，你也不对劲。这是我为宿舍长准备的小麻薯手杖。白雪，怎么连你也这么反常？难道说你们？没错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你不用再隐瞒了，我们三个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对，虽然我平时总是使唤你，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。明天一早检查宿舍卫生。花小美最美，鸡腿真香，又是100分。这群猪猪都睡得太香了，他只好由我这个宿舍长来守护你们的美梦。什么嘛？还有，上一次你用自己的零花钱偷偷给我们所有人都买了礼物，一会儿他们会开心到变形了。我勒个豆，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送了我蛋仔限定皮肤，哇，太厉害了！今天居然有人悄悄把这本绝版的书放在我的书包里，幸福，太幸福了！我也有，我的枕头底下全放了一个新包包。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，你连着吃了半个月的泡面。没事啊，我是宿舍长嘛，是最好的宿舍长，下雨天还会给我们送伞，还会帮我们带饭，遇到不公平事件还会帮我们出头。不要再夸我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你别再说那种不想当我们宿舍长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我知道了，又是李丽丽那个挑事精。丽丽说什么？她说你觉得205一个科学怪，一个公主病，一个放屁精，照顾得太累了，所以想去204当宿舍长。好你个李丽丽，敢造我们205的谣！哼，姐妹们跟我走，这事儿没有一顿烧烤我们跟他没完。好，去宿舍长了。臭家伙！啊，等等我，跑那么快还有速度的。多么迷，太羡慕你了，呱呱。小美，她怎么会突然送你一个这么漂亮的水杯呢？天，我正在喝水。冬天喝水太冷了。林呱呱，你傻呀，不会喝热水吗？不想去接水，太远了，我冷。本公主可不会像你过得这么惨兮兮的，我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漂亮的保温水。
水壶。暖暖的，优雅永不过时。小戴，你真的好优雅哦。真的？那你眼光还不错。然后小美就送了我这个水壶。夸小美就能得到好东西，我现在就回去夸她。啊，这都行？哇，这是谁家的公主？喝个水都这么优雅。讨厌，怎么夸人这么直接？于是哇，这高温水壶也太好看了吧，每一个都好看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选。怎么一个两个背着水壶？嗯，你的眼光就是好。哦，还真别说，小美的眼光确实是我们宿舍最好的。讨厌，怎么连白雪也夸得这么直接？第二天，连我都被安排上了，真惊喜！小美好会选东西哦。第三天，怎么样？就说好不好看的吧。居然连冬天睡衣都没给自己买，过得可真粗糙啊，还得本公主来安排。公主，你说啥都对。小美，你脚上是什么？好可爱。对的，睡觉专属保暖袜子，穿上可暖了，你们喜欢？喜欢。算你们有眼光哦，安排。还有这个，优雅的公主还给你们准备了可爱的唇膏，拿去吧，205姐妹同款。以后让粉丝少点喷我就行，本公主要优雅的睡觉觉。哎，到底进不进去呢？你爸爸，你吓死我了！你鬼鬼祟祟的躲着干嘛？白雪生病了，老王让我来给他送作业，可是我不敢进去。不敢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他家闹鬼呀？什么鬼？我是害怕白雪家里的高科技。你如果我什么高科技没看过，我倒是要去看看。到了白雪家，到了，累死我了。请你别乱说话，别乱动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走吧。白雪，你怎么这样的没礼貌？也不让我凉快一下，跑得我热死。你们家屋顶怎么漏水了？这是江博士发明的自动降温天花板，只要你说了，就会给你自动浇水降温。我发明，弄得我一身水。太可怕了，我要保持在白雪家做哑巴的优良传统。等李牛牛从洗手间出来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自动做饭机，难道我想吃炖排骨他能给我做？还真能。怎么做好香，是排骨的味道。这就做好了。哎，牛了，你快，咱们在白雪家吃饭吧。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于是这排骨的味道太怪，不仅要说菜名，还得说味道才行，不然它就会出现随机味道。怪不得我吃出了一股鼻涕味。重来，要用盐味的排骨。好啊，还是不好吃吗？这肯定是用盐做的假排骨，神经呀！还好我机智，一口没吃。我就知道江博士的发明从未靠谱过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林乖乖，你把作业给他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，我早就想走了，挨不了一点。学霸系统，学霸系统又是什么高科技的东东？椅子已经开启了超强吸力，必须要坐满4个小时的吸体才能消除。4个小时，快点！没用的，人类的力量根本就挣脱不开，乖乖坐够4小时吧。我都说了别进来吧，真不进去，我可不放开了，还有个门。李乖乖，谁把人吓坏的我？学习不认真，延长5个小时。哪个好人敢来我家做客？你敢来吗？你说什么？别吓我！
什么手机，你去给他们的厉害瞧瞧。不好啊，新主任要来没收我们的手机了，这么突然，而且被没收的手机要当场泡在水里，董卓都快点，自己的宝贝自己藏好，那不就等于直接报废，太狠了。谁说送你啊？一盒洞洞乐换一盒炸鸡，
天哪，这也太像了吧！你把他带回家，你妈都分不出来。哦，不愧是江博士，牛！我妈这个机器人不但做得像，而且智力、体力、耐力还远超常人。那不就是高配版李强？可以这么说，主人还可以呼叫他来帮助你呢。我试试。主人，听候你的吩咐。真好啊！以后你就叫小乔吧。好的，主人。体育课上，快到李乔跑100米了，他人哪去了？怎么办呢？白雪，没办法了，还好我有备用钥匙，请出小乔吧。另一边，我的体育课，早知道就不吃那么多辣条了。这时操场，乔乔呢？再不来吃上成绩啊！老师，李乔来了。迟到还穿着裙子上体育课，现在的学生真是无语。预备。什么东西飞了过去？8秒51，世界百米跑记录才9秒多呀！我们学校出人才了呀！唐乔，满分！回到宿舍，满分！小乔，你可真棒！主人过奖了。除了不会表达感情，小乔可以说是无所不能。那就是说，小乔的成绩也很好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小乔。老王布置的古诗我还没有背完，明天背了。语文课上，开始抽查古诗。吕乔，你来。早发白帝城，唐·李白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过了一会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吕乔这次准备的很不错，大家要向吕乔同学学习。没做梦吧？这还是我认识的学弟唐乔吗？放学路上，小乔实在是太牛了！唐老师打电话给我爸妈，表扬了我半个多小时，太神了！喂，你们两个把零花钱交出来！难道是小大二驴子？李乔，我们赶紧跑！把你们的小短腿抡冒烟了也跑不赢我！晚上，丽丽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隔壁宿舍的，多走动，感情才好嘛。切，谁稀罕你的感情？你这是打算在我们宿舍睡觉？对，花小美的床比我的床暖和。丽丽，你凭什么扔小美的枕头？丽丽。晚安奶茶，雨乔妈爱心牌的，对吧？雨乔，哦，对对对，
奇怪，这招绝了！雨强妈妈的黑暗料理香菜奶茶，喝吧喝吧！真难喝。我们宿舍的规矩就是睡前一人喝一瓶，不喝不能睡觉屋里。这下我可以睡觉了吧？妈呀，喝光了一瓶还能活着！哎呀，晚上你们三个保护好自己哦。呱呱，你晚上可千万别梦游啊，太可怕了。对了，汤米乔，嗯，啊，哦，对，呱呱梦游，见人就啃，就跟啃鸭脖似的。还有这种怪癖？哎，雨乔给我编成这样，一会儿怎么点呢？过了一会，鸭脖。好想啃鸭脖，鸭脖，鸭脖，鸭脖！算了，想啃就啃吧，别耽误我睡觉就行。失败，我啃不动了。哼，今天必须整走这个老外，不然他想来就来，我们暗流的日子还怎么过？胡搅四王阿姨。于是，李丽丽，你哪个宿舍的自己不知道啊？赶紧给我滚回204去！阿姨，哪里睡不行，就让我待在205呗。学校规定，学生不能串寝睡觉，赶紧起来，不然信不信我一脚给你踢回家去？走走走，我马上走。这老外还得是凶巴巴的宿管阿姨。你们看什么热闹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想挨我一两钟啊？姐妹们，十秒钟倒计时。下课铃一响，我要扫掉你的课堂。来看这首诗啊，那就上课吧。走，老师，你忘记布置作业。哦，那就今天作业，大家把卷七、卷八都做了。李丽丽，你事情真多，本来作业就够多了，现在还多两张卷子，谁让你们自己懒呢？合格的卷王早就把卷子做完了。那卷王数学考试怎么没及格啊？就是故意害我们的吧？还卷王了，自己都不及格，没发挥好而已。你就给我等着，下次考试我要卷死你们！哼，终于做完了。二五，嗯，检查卫生。阿姨，你看汤米乔。阿姨，我不知道你来检查，你已经在收了。哼，脏乱差扣分。还有你花小美，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也扣分。啊？嗯哼。哦，阿姨，你再看林呱呱，臭袜子堆在床底下都不洗。阿姨，我就是今天刚穿的，所以才没洗。别解释了，林呱呱，你作为205的宿舍长，都不带好头，加倍扣分。今天你们205应该好好反省反省。你卷你的，干嘛害我们宿舍被扣分？你们不扣分，怎么能显得我做得好呢？哼。好。第二天，老师，下次体育课我们在教室里做题吧。啊，又来。丽丽同学真努力啊，那大家就在教室里做题吧。老师，最近都是练习的 ABAC 的成语，丽丽这么厉害，她肯定很会，让她给我们讲讲吧。嗯，我看行，丽丽同学你就随便说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字卷王，你该不会是说不出来吧？自己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有自给自足、自言自语，还有自吹自擂、自怨自艾。我也知道，自由自在、自私自利。大家都不错。李丽丽，你怎么连这么基础的都不会？每天卷子都做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又过了两天，这次大家考得不错，白雪100分，林呱呱也是100分，唐雨乔69分，有进步。李丽丽居然只考了41分，把你妈考掉停下来。怎么卷王他考得更差，他要请家长，家长肯定了。没想到丽丽卷到最后一无所有啊。哎，雨乔，你那么着急干嘛？今天门口有个小摊，可以跳舞换零食，你看。打住，跳灯架不行，下一个。丁丁街舞都学了3年了，这都不行。就是啊，牛牛来了，快看。大人，你这儿的零食今天都是我的。别废话了，跳一段。瞧好了，聪明又敏感又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又后进个礼。停停停！
的什么破玩意儿？走走走！你个老巫婆，根本就不懂欣赏。哎，乖乖，我们也去试试呗，就跳我们昨天宿舍跳的那个。不行，这个估计大神也不喜欢。走。摊位前，来给大神跳个横的。那好吧。怎么，你们两个也想试试？嗯嗯，雨桥，没问题。来呀！小姑娘，你们跳得太好了，这些零食我们全部都拿去。这个舞你们能教大神吗？我小区底下那些姐妹天天都在跳，我不会跳，她们都不带我玩。没问题，阿姨，把舞跳都会。太好了，以后再去跳舞就不用被人嫌弃了。那我们开始吧，玩玩，一起疯起来。天哪！带上你们的破球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是我们先来的。我和我的姐妹要在这里跳舞，赶紧走。哦，表姐，这就是你说的新场地。哎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在这里跳舞好了，宽敞。爸，我们还没答应让给你们呢，先来后到，你们不懂吗？尊重长辈，你们不懂吗？是，姐妹们跳起来。气死我了，长着年龄大欺负人。哼，长辈就可以不讲道理吗？给我们等着。第二天，世界上真有这么可恶的阿姨？那可不，仗着人多又是长辈，可凶了。哼，牛牛，你今天可得气势点，我们好好的教训他。哼，对这种人必须不客气。阿姨，你怎么能在公共场合晒衣服呢？竟然还在这里睡觉。小屁孩，别多管闲事，快点吧。太嚣张了，该我顶了。牛牛，牛冬瓜的儿子李牛牛，你冲我吼啥？你妈见了我都得叫一声姑妈。小兔子，是姑婆，那我可管不了了。一帮小屁孩跟我动。你瞧，看来阿姨病了，得治。哦，好，送阿姨去治病。好人做到底，把阿姨送医院精神科。逼不逼不？哎呦，我高血压，我头晕了，放下放下。哎呦，还有高血压，那更得去医院了，不然阿姨的病不治好，我们是打不成球的。打打打！我再也不怕这救驾了。你们别看热闹，快给我救命啊！阿姨最首先表达了。你们笑什么？老师，你来脸。下课后，气死我了！老王居然罚我们全班下来大扫除，那还不是因为没找到画他脸的人？哼，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，我非收拾他不可。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干的。放学后，出来看消息，哪个认识你？这么多年都杳无音讯。再整整林呱呱吧。林呱呱，李牛牛，你拍我干嘛？你背后有虫子，我已经把你拍掉了。哇，下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大乌龟，奇怪，他们在笑什么啊？呱呱背上是什么？呱呱。你看，
个李牛牛就跳过去，而且看这个幼稚的画风，好像和今天老王脸上的一样。哦，那就是说害我们全班受罚的是李牛牛。哼，喜欢整人是吧？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第二天，大课间全都躲开了，赶紧回去做操，一会儿回来看好戏。上课后，那我们接着上节课说。李牛牛，这上面是你吧？竟敢在我的书里放蟑螂！啊，这牛啊，这是哪位好汉干的？当然是我啦！我正研究新版的拍立得，发现有情况，李牛牛蹲在草丛里畏畏缩缩的，一看就没干好事。我赶紧叫上他，果然他偷偷摸摸的打开了王老师的语文书。我果断亮出我的拍立得，当场就拍下了他的错爱证据。然后我就把他放书里的蟑螂给轰。不愧是呱呱女侠，干得漂亮。好啊，李牛牛，连老师都敢整是吧？老师，这就是一个小玩笑，看在我第一次的份上就原谅我呗。王老师，你们班是不是有个绿头发的同学？怎么了主任？办公室的监控视频调出来，上次给你脸上画画的就是这个绿头小子。你收不收到红包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万一能收到我给他准备的礼物。红包我来了。到大姨家后，呱呱表姐，你这个小个子长得跟个小土豆似的，不如以后我就管你叫土豆表姐吧。不许叫我土豆。浩浩，别这样说你表姐，过了年就大一岁了，不可以这么没礼貌。这怎么就没礼貌了？浩浩这孩子从小就幽默，呱呱小土豆就小土豆呗，多么幽默可爱的小名儿啊！哼，幽默可爱，你才小土豆，谁土豆谁土豆？哎，小土豆生气了，浩浩这样就有点过分了吧？来，二妹、小妹吃点橘子，还是大姐好，不像二姐跟小时候一样小气，浩浩开个玩笑她都能生气呢。朱丽芳，你够了啊！再说小土豆的事，我见你没来。哎呀，过新年的难得回来家里，别吵了，吃橘子吃橘子。对了姐，我给你带了新年礼物。哼，喂，泡面头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浩浩，你赶紧道歉。看着挺精致的，这钥匙扣和红包过年用着也正合适，怎么不给我也买一套啊姐？小姨，浩浩他说龙虾大妈是泡面头，打得很生气，现在已经吓过来了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让浩浩赶紧跟人道歉呗。哼，我才不道歉，他头发长得像泡面，我怎么就不能叫他泡面头？那还真是泡面头。浩浩这是幽默，只是今天倒霉碰到了跟二姐一样开不起玩笑的人。再这样教育下去，浩浩迟早得废。朱丽芳你个傻憨憨，纯属欠揍。你们干嘛？真的好笑。哇，好一棒。我一就是传说中的母夜叉。就这家了，必须找人同样。哎，三四十岁了还打假，没眼看。朱一凡，你自己说，去哪了？这么凶，惹不起，泡面头就泡面头吧。妈妈，你们真的会给我买奶茶汉堡吗？那当然了，奖励你这次考得好。嗯，瞧我和李牛牛就惨了。是惨，哼，成语瞧我就考个三十分。对不起，妈妈。李妞妞，十分是怎么考的？用脚考都不可能只考十分啊！这么心机你都不会，凭什么要求我会？你敢贫嘴！这次家长会除了公布成绩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孩子们写了一封给爸妈的信，都拿出来先给家长们看看。写信干什么？当然是写信给你看，妈妈请看。我看看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感谢你们不计回报的为我付出。啊，妈妈很喜欢我写的信。我的云桥宝贝太让我感动。你这么大个人，看个信还被气哭了，打呀回去打呗。谁说是气哭的，我真是感动的想哭。来，你把你妈看看我写的，保证更让感动。那肯定，我儿子写肯定比他更好。这李
上就是你写的信，我看你是皮眼睛了。刘冬瓜开家长会，你别动手啊！既然各位家长都看过信了，那我们邀请一位家长上来念一下吧。千万别叫我，千万别叫我。那就让牛牛妈来分享一下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还是把机会让给大家吧。我家牛牛写的一般般。谁说一般般？我写的多精彩呀！牛牛妈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快上来吧。我怎么感觉要出事了？刘冬瓜，你下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才能成为我的妈妈，不然就你这么凶神恶煞的古月叉，怎么能生出我这么温柔帅气的儿子？我劝你好好珍惜，没事多给我加点零花钱，不然我可就把别人家做儿子了。李牛牛，这种信牛牛妈能念完，也真是脾气好了呀。还好我家宇强只是学习者，不会这样气我呀。牛牛这是病入膏肓了呀。牛牛妈，你想做就做吧，我可以什么都没看见。老师，你怎么？我是不想打的。我猜你也不敢打我，这么好的儿子打跑了怎么办？牛牛妈，你这都能忍？我喊了他爸回来的，他一起打，这次他来。我爸来，那我还有机会活着吗？妈妈不要啊！我什么都没听到，到时候住院要请假，随时跟我说啊。太劲爆了，看来今天白雪请假错过了一部精彩大戏。哇哦，今天的剧本要拍饭堂阿姨，那走吧，带粉丝们去看看平时的道具菜是怎么准备的。嘿嘿，这是我的汗血宝马，快拍出发。就是哪种？就是这种。懂了。肉也搞定，走，买鸡蛋去。老板，有公鸡蛋吗？有的，有的，这些都是啊。哦，好的嘞。全部食材搞定，走，回去制作道具。看我三秒切好这些菜，拜拜。下下是你要记得给我加个特效，重来。看我三秒切好这些菜，拜拜。这就对了嘛，继续三秒钟煮好它们。不，哈哈，日本道具菜搞定。这条片子拍好就会尽快给大家播出，一起期待吧。片名就叫做汤菜。哦，对了，这些道具菜都是非常美味的。拍完以后，我会跟拍摄团队的小伙伴把它们都吃光光，坚决不浪费哦。哦。这个勺子太沉了，还拿不稳。啊，就剩一点点了，装多了你又吃不完，那可粮食。哇，是哪个吃的飞？啊，怎么？又来了！哎，这个小可爱，我真是。呱呱是拍的好，我来试试。阿姨，我要青椒炒肉。这一下，看谁还能拿我的低温勺。过了一会，这么少？哪里少啊？我家的猫吃的都比这个多，我家的蟑螂吃的都比这个多，全校都这个分量，就你们事儿多。这一步，想机会。吃完饭后，打扰呱呱今天把菜分给了我们，不然肯定吃不饱。那必须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气死我了！装菜的时候，他那个手抖的呀，我还以为他手抽筋呢。据可靠消息，饭堂阿姨每天都会把饭菜带回家去。原来他是为了留菜给他自己。走，为了我们失去的饭菜，杀回去！哼！饭堂某处，
金门城张姐被爆料又有了。啊、哦！我说怎么给我们那么少看，原来是为了自己偷拿。什么偷拿？我只是帮学校丢厨余垃圾，你可别乱说啦。阿姨，你看那边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都录下证据了，阿姨你要是不知悔改，我们可就要报告校长了。没错。哎呦，别告诉校长了，我以后不这样还不行吗？大家庭行礼，有必要给学生吃这么多吗？少年自由少年狂，君子善则亲亲一两，专家不如卖唱片。妈呀，唐唐你唱的挺好的，下次别卖唱了，我耳朵都听哭了。我唱的不好啊。你就为我少年啦！好，比我们村口二大爷唱的还可怕。武强，你确实一次都没在调上。唐乔，你像个隐藏版音乐白痴。切，你们都不懂欣赏。回到宿舍。带我去看落日晚霞。